我是钢管列车长的109年，109年1月19号，新北捷运环状线大平林站11:09开始，往新北产业园区捷运列车113编号，这边看。准备关闭车门了，关闭车门。下站14张站。New Taipei Park， 10张。开启车门，14张站到喽。看我新北桃园园区站的14张。中运量系统钢轮钢轨是捷运列车。关闭车门。哎，交换另外一列。哇，交汇另外一列开往大平林的捷运列车，中央系统114编号，中央系统刚轮刚轨是捷运列车。我希望每个班长找你们都要电舞台去玩，超级感动的啦！你看那个样子，就像一个巨人。哇，这个地方真的很赞哦！看捷运站有没有？是的，我相信你们都在电影台去观看。就这样了，拜拜。